您喜欢喝咖啡吗？一起来看看刚拿下世界杯咖啡大师赛的冠军吴泽麟，他的咖啡经。熟练地做出一杯咖啡，香味芬芳。台湾选手吴泽麟因为冲泡的基本功扎实，日前在爱尔兰的世界杯咖啡大师赛中击败来自60个地区的各国好手，拿下冠军，也创下台湾选手参赛最佳成绩，成为台湾之光。吴泽麟返国后，今天正式和国人分享参赛的经验和得奖喜悦。其实很开心啦，因为出去之前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自己可以拿冠军，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煮的咖啡非常的好喝。其实吴泽麟13年来总共参加过7次的咖啡大赛，前两年的比赛虽然表现不错，可是他想争取更好的成绩。今年参赛，他以冰镇把手的绝招，把咖啡的香气锁住，让咖啡的层次更加提升。我们浓缩咖啡已经萃取出来有这么好的香气，那为什么我们要让把手再把它重新加热过？所以我们就把把手直接冰镇过，然后让这个香气做最完整的保留。对于许多年轻人以开咖啡馆作为创业首选，他也建议，这是相对低薪的服务业，很难只卖咖啡就撑得住一家店，最好以复合式经营模式增加获利。所以我们在开店的时候，你可能必须要设定其他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些主力的商品，可以是咖啡，可以是比如说蛋糕，或者是餐点，或者是你的空间氛围。吴泽麟说自己刚创业开店，也是苦撑三年，营运才开始稳定下来。他也提醒创业者，心中一定要有坚持，要端给客人的就是最好的理念，才能累积客源，慢慢熬出头。记者陈嘉欣、谢启文台北报道。